我大他一把。去那边接你了，我的大仓。后面。房子倒了一个，房子围墙还有一个。你那边一个，然后我这边一个。围墙，牛逼！我这边可能在我房子围墙，围墙打了两枪。先打，往后跑了，往后跑了。我准备跳窗打那个呀，兄弟。你妈的，那那么多兄弟！刚是不是有？倒了，倒了，还有个打头的。倒倒倒！我俩冲吧。然后对面有一个。然后我之前就开始。两个头弹，我操，我被掰了。近点吗？两个人近点围墙，我放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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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墙，爆墙。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！支起来了，什么力量？对，在我们城头，贴大窗了，我的天。有可能，反正在这里打的。好死的，他去埋那边的人了，他这边山头有人。那右边没人啊？我他妈拉过去。他在这个石头，我看到了，他就是，哎，能打啊，兄弟。哎，右边门倒了！哪边房子？哦，那边有人是吧？对，还留了一个。那你这瑞龙漂亮，一百。好了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。啊，拿不？是三百四。哇！我操！他妈什么东西啊？